大的困难，喊一声我们挺身而上。不管多少次失败，摔摔头我们重新再来。其实有时也会累，把每一个收获当安慰。为什么不放弃，那是理想激发着不灭的激情。生活本来就是挑战，没有汗水没有坚持站不成功的顶端。生活本来就是挑战，充满信心敢于行动。